上回您到我府上的时候，我就写了一本《芥末人生》那本书，有吗？还记得吗？不知道您拜读了没有？这个是小弟呕心沥血之作了，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机会可以上您的节目来跟各位读者分享一下这个创作的过程呢？不行，这太没骨气了。王振兄啊，这上回您到我府上的时候，我写了一本《芥末人生》，不知道您看过了没有？ 准备这行动卡拉 OK， 我点一首你们那个年代的歌。没礼貌，我也是跟得上年代的，好不好？帮我点那个周杰伦最新的歌 rap 的。周杰伦唱 rap？ 哎呀，点点看吧。我放不下，我唱不上，让他唱好了。你快点，快点，快点。我们真的唱歌 non-stop。 吵死！不好意思，向林姐，听到露天电影院打来说会晚半个小时到。 Why? Tell them hurry up， 我们等很久了。我马上去联络。各位亲爱的家人，不好意思，我刚刚得到通知，我们的露天电影院会在晚半个小时才到。不好意思，我在那边有一点吵，但你们放心，我们这里呢走的是非常文青优雅的风格。 等一下，我选了一个非常非常棒的片子，就是在黑暗中漫舞。这部片子，哎呦 ，so dark， 直接跑了，别跑了。有什么事？哎，他们那边停电了。哇，真是天助我也。哈哈哈哈。有钱人也可以停电哦。该跳电了，我现在马上去处理。是不是做不好啊你？ 哎，小朋友，你们去哪里？小朋友们的，哎，小朋友。小妹姐，不好意思，我去给你抢。好，小心一点，不好意思。你看一下，干嘛带酒杯呢？小心，因为等一下就回来。今天，哎，文太太，要不要一起过去？比较亮哎。来，哎呦，陈耀庆都醒过来拿。下来，请坐，请坐。来来来。